复习练者来讲，则应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从某方面讲，中级格杀术习练者还希望对手主动抓手抓衣，因为这恰恰是对方送上门挨揍。好拿不如赖打，我们不以蛮力相抗，只需使用任何空闲的肢体武器，照准要害目标，准确一击，就可轻易解脱。